日，姚晨受邀出席某时尚盛典活动，以一袭2018春夏最新款的晚礼服亮相红毯现场，国际时尚女王范十足。当晚，姚晨荣获全场最大奖项，最具时尚影响力女明星。她在获奖感言中说，自己近来在小土豆和小茉莉的身上学习到了很多，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毫无戒备的爱。时尚和爱一样，是自由的，是不该被定义的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。在活动结束后的专访中，姚晨也跟大家分享了她的近期动态，表示在本月即将拍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，而其中的角色对她来说也会是一次新的尝试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